地长兴县，有龙隐涧，涧中有巨蛇，已有千年寿数，其形大如车轮，所过之处，遇者者死。长兴县以百两黄金之价，木道一青银剑，剑客与巨蛇缠斗良久，终将其斩杀。陈宽，咱俩寒窗十年，好不容易踏上赶考之路，要是死在这里，那就太亏了。我们有两个人，人多势众，更何况野兽最怕火光。我跟你说，只要这灯火不灭，居然！陈光，居然！陈光，居然！谢谢小姐救命之恩。
陈宽对冯家小姐的施恩感激不尽，在冯家连住数日，短短数日相处中，陈宽被冯家小姐的音容笑貌吸引，渐渐对冯家小姐生出了爱慕之情。抓到你了！哎，小姐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我自幼体寒，寻遍名医也不见有什么起色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儿一早公子还要赶考，早些歇息吧。不表白的话，怕是以后再也不能和小姐相见了。可说了的话，说了有什么用呢？你要走了，多日来蒙受小姐照顾，晚生没齿难忘。你真的不会忘了我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过路人，以后也不会再见了。如果小姐不嫌弃，等到周氏结束之后，我一定回来道谢。不知小姐可否把姓名告诉我？姓名？我姓冯，单名一个竹字，你可以叫我阿竹。烤身子！哎哎哎哎，我的床！哎，我的书！过来一起烤烤。不用了，不用。你们已经占了我的庙，却拆了我的床。难不成还想要了我的人不成？我等不过是想招你入我门派，帮你脱离苦海，无量长生罢了。无量长生，博济众生。感谢各位的好意，
不过入我门派需要缴纳供奉的，不分多少，心诚己。你别摸呀！哎，这不过就是本小说集子，没什么用的。没用？谁说没用？别打脸！城门的人你也敢打？你给我等着！别走，殿下。大侠，多谢大侠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不是路见不平。你的书稿呢？你抢我书稿做什么？斩蛇。你是怎么知道斩蛇的过程？既然蛇鳞无法自转，那剑客是用什么方法杀死了绝蛇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去长兴县斩除巨蛇。蛇不是27年前就死了？现在的这条蛇比当年更大更凶猛，赏金300两黄金。据说这蛇血可以使人长生不老。我才不信什么长生不老呢，给钱就够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剑客是用什么方法杀死巨蛇？是因为一句咒语。咒语？我可以把咒语告诉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带我一起去斩蛇。我要亲眼目睹斩蛇的全过程，把它记在我的书中。至于赏金嘛，你就分我20%。哎，不，30%。哎，30%就够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没请教你的大名呢。姓崔，崔直玉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小瞧我这本书，这里边无怪不治，无异不术，无奇不写，记载天上地下神仙精怪鬼煞妖魔8大类13目，总共100多种呢。你说我应该把你归入哪一种啊？啊？
见识一下你的本事。你的不错，可惜。沈官，沈官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你别动啊，我想办法来救你。沈官，沈官，没事吧？姐，你我同车十年，我写下咱们的户口，却不见你来相救，你可太狠心了吧！我已经被我杀了，行了，我们赶紧上路吧。我
我们为什么一直跟着烛火走？这个烛台跟了我十年了，是我最重要的家当，只要有他在，就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去长兴县不是为了赏金，那是为了什么呀？找一个人。谁啊？一个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。你在找一个人，我也在找一个人。你至少还有个目的地，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是公子的客人，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，请。我们家的公子有两位，一位叫沈福之，一位叫沈世之。我们不过是恰巧路过此地，你们家公子怎么知道我们过来？凡路过此地的，都是公子的座上贵宾，请。秋月又惊心，回首巫山远，空降两仪。哎呀呀，二位此番光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禅门有信，三年前我曾来过此地。当时这座宅子的主人不姓沈，姓冯。我们买下这座宅子时，里面已经荒废了很久，不曾听说过什么前任房主。二位贵客所看到的，或许是狐狸、黄鼠狼一类的精怪。听说他们最喜欢居住在废弃的房子里，假扮成人的样子生活。请。来来，二位兄台，来，敬你们二位，幸会了，幸会。别喝。这酒会让你丧失清醒，分不清真假。那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猜。你一定是真的。你就当我是真的吧。不管你是真是假，是人还是妖，我的心意都不会改变。其实我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你还是忘了我吧。我忘不了，这三年来我每天都在找你。我到处搜集精怪的故事，就是为了寻找你的下落，把你的故事写进书里，也是想着有朝一日书稿父子能够流传于天下，你或许能够读到此书，回来与我相见。三怎么，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我。
妖有三忌：一迷，二阻，三喝。首先，用幻术迷惑人的耳目，用美色诱惑人的心智，让人分不清眼前的真假虚实，慢慢陷入妖怪社的圈套。其次，千方百计地对想要离开的人进行阻挠，施展各种办法让其脱不了身，一旦踏入圈套就很难离开。最后现出丑恶本相吓唬人，趁机无人性命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的酒。要否请二位公子留下？我们不过是吃了你们一点东西，凭什么唧唧歪歪的不放人啊？我们只是觉得和二位公子投缘，不知可否留下性命。我叫崔时玉，他叫陈官。陈官，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陈官。你们不要过来了啊！我知道你们不是人。不是人，他们都是妖怪，一会儿就会现出原形，把我们都害死了。不愧是鼎鼎大名的陈官，一眼就看穿了我们的障眼法啊！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当今的妖怪可都知道，一个叫陈官的书生写了一本志怪集子，里面专门记录我们的故事。凡是当妖怪的，无不被以写入你的书中为荣啊！啊，在陈公子面前，我们愿意献出真身。哎，别！你们还是变回人形吧，你这样说话别扭。你们是这房中的旧物，不错，所以。陈公子是否也把我们写入你的书中啊？啊，可以，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能否帮我打探到冯小姐的消息？这里确实曾有一位冯小姐，只不过她不是妖，是人。迅雷疾风，这杀气是越来越重了。多年前，强盗袭击了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冯家灭门以后，无人负担丧葬费用，只好停灵于此。中间那口棺材。便是冯小姐。什么？我要把舒美先低下，陪她。有
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。你说，如果我死了，那这本书就是我存世的唯一痕迹。我先说，就是为了找到冯小姐。如今她已经死了，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那你忍心把她存世的唯一痕迹隐瞒掉吗？把书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把书稿给我！你给我！哎，别别别别别！不给！你们别！给我让开！我怎么知道啊？是你们朋友吗？不认识。走！做背后面迎敌。等着。你醒了，冯小姐。我又做梦了。我明明亲手把你的尸体给埋了，你又是什么妖怪？你别想用障眼法骗我。那晚秋千下的约定。我一直都记得。你真的是冯小姐？别叫我冯小姐，叫我阿竹。阿竹，你没死。我死了，现在是孤魂野鬼。看吧。因为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没事吧？那你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我问问冯小姐。冯小姐，我们在此约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结伴，就是为了赚钱，把书稿出版。找到冯小姐，如今冯小姐已经死了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生死不过一线之隔，施主又何必难过呢？
草木，冬枯春荣。昆虫寒蛰暖熟。只要返璞归元，人亦能够超脱生死，甚至起死回生。我不信。人死如灯灭，又怎么会有复生的可能？这是蛇妖的伤口。我曾死过一次，27年前，我曾一度命丧蛇口，但是蛇血让我死后重生。你就是当年的斩蛇之人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。当年的那个人我见过。你在何处见过我？在梦里。我可不曾见过你呀。年轻时，我也曾仗剑行走江湖，但犯下了不少的杀戮。自重生后，我发现自己有了不死之身，甚至还有了治愈他人的力量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开悟了，决心以降妖除魔为己任，造福更多的世人。撒谎！你若不信，大哥一剑将我刺死。邱大师，邱大师教我复生之法。只要你一心进入我门，潜心修行，便可消除所有烦恼，无量长生。无量长生？你是长生门的人？没错，我就是长生门门主。门主归位，无量长生，国际众生。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我也要试一试。你忘了破庙里那些人的嘴脸了吗？他们就是一群骗子。陈官，这本书稿也收好了，你的意中人还在里面等着你。姑娘，
少侠来此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我来斩除蛇怪。怎么又来了？我劝这位少侠，您还是回去吧。为何？难道蛇怪已被斩除了？这位少侠有所不知，这些日子已经有几十位侠义之士前来斩蛇，可不幸的是却无一生还呢。况且这斩蛇的人来的越多，法事做得越大，这蛇怪他愤怒，经过几次攻击，我长兴县的百姓就剩这么多了。是如今城中就剩这寺庙未被攻击，于是我将百姓集中于此，大家已经在这儿过了三天了，粮食和水都已经不多了呀。既然来了，您就在这儿住一晚再走吧。就不打扰了，但蛇怪我一定要斩住。告辞。啊，站住，你这剑从哪儿来的？快快把他抓起来。是是。放开我。没错，这是他的剑，错不了。蛇没毒，我有做梦吗？啊！我舍不得醒过来。你没做梦。真的。我们本不应该见面，可我放心不下你。门主已经答应我，只要我写完斩蛇的故事，他就可以复活你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，你可不要着了他的道。怎么会呢？我亲眼看见的。眼见未必是真，我在你面前我就不是真的。你就是真的。不要吵。
声，五福无声，邪魔退散，愿武神功，无量长生，不负武神，邪魔退散，现武神功。这蛇怪比我想象的更加厉害，他已探知我的到来，所以派些爪牙前来滋扰。想那斩蛇之日，必定比今天凶险百倍。啊！那可怎么办？我能保得了你们一时，保不了一世啊！自保只有一个办法，无量长生，入我门中。无量长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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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量长生。不是我说，是门主派我们来的，蛇是他让我们放的。都是市集上买的菜蛇。你呢？为什么要趴在门口？门主说让我留心门里面的动静，陈公子看见蛇后就会说一句咒语，只要我们把咒语记下来，就重重的赏赐我们。咒语？斩蛇的咒语？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咒语。原来人类的障眼法比妖怪还厉害，这个女傻的僵尸把入火井的长剑根本就是一些小把戏，可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看清呢？因为剧是最好的障眼法。那他们如此大费周折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还能为了什么？赏金。他们为了300两黄金的赏金。原来崔志宇说的没错，他们根本就是一群骗子。可如果通言是骗子的话，我该怎么复活你呢？陈公子，门主请你过去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。春花成往事，秋月又今宵。今夜的月色真美呀，在这优美的月色下吟诗作对，真乃人生。哎，快点。
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这么热呀？是不是烫到你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天气已经转凉了，热乎点好。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的朋友还在城里，而且我要用蛇血让你复活。我的剑，我的剑被他们拿走了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什么剑？二位公子救命之恩，我改日再谢。今日在此，别过。哎，我们一路追随公子，游山玩水来到此地，一心想请公子帮忙递个话。可否请陈公子把我们记录在挑灯录中？啊，保重。哎哎，崔公子答应了咱们的请求，他真是个好人呐！神仙保佑。谢谢保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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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保佑。你还记得27年前的事吗？我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，不，你别过来。不是我要害你，不是我要害你，不是我要害你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。别抢我的剑，别抢我的剑，别抢我的剑，我的剑，别抢我。人不是我杀的。无量长生，国际众生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又是你。孽海茫茫，回头是岸呐。放下屠刀。天地长生，穷人忏悔，一切恶业应验皆消。只要你肯悔过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是他自己。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，我就只能伏魔伏道了。怎么，你自己不杀了？你若再不束手就擒的话，你的这位朋友可就……秦之月，别听他的，他根本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老骗子。什么武林长生，什么治病救人，什么死而复生斩妖除魔，通通都是骗人的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他根本一点法术都不会，更没有什么斩蛇的能耐，他只是想得到你们的赏金而已。住口！再说一句的话，我就……不光不要住口，我还要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写进我的书里，公诸天下。干什么？
还不赶快上！
事吧？我没事。伤到哪儿了？我的烛台，还好。小心。墙上是什么？蛇鳞、蛇穴，这里是蛇穴，崔之玉一定在这里。为什么把我引到这儿来？不是我，是这把剑。我被困于此处，便将魂魄赋予此剑，替我找斩蛇之人。唯有蛇被斩，我才能获得解脱。这个人至少死了两三天了。蛇为何要把吃下的东西吐出来？蛇在进食的时候会将食物囫囵吞下，然后慢慢消化。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食物吐出来，以保持活动的灵活性。这说明蛇害怕了。说明蛇就在附近。崔之玉，对了，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，冯小姐。哦，你的剑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要尽快想到一个斩蛇的方法才行。
蛇把火，火才能击退他。蛇血能让人复活，是真的。对，蛇血是可以让人死而复生，可是你的书是假的。27年前，我把孩子救了出来，可当我向他们求助的时候，说凑不齐100两上钱。要把洞口堵死全凭。他们竟然在这儿盖了这么大的一座庙宇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永世不得翻身。你独自在地下活了27年。不，我是在地下度过了27年，可是我不是独自，我已经记不清巨蛇被我斩杀了多少次，有多少次复活，我也一样。回到了地面，也获得了解脱。不如你就放过我们，也放过崔之玉吧。主尊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害我的罪人。可是冤冤相报，毫无休止。他们比蛇恶毒1000倍、10000倍。若是你咬杀他们，你也会被恶侵蚀。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要让所有人都感受我的痛苦，我要让他们在痛苦之中
去死。Thank you.
这这你会不会会不会跟君暖和一些？下次见面一定要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啊。哎，还有记得少喝点酒。哄哄妈妈，咱们俩也算是相识一场，不如你把你的剑送给我吧。我们俩还是后会无期吧。